戒变戏法。您的马戏表演没有人看吗？可能是因为没有新节目，我特地来请你们帮忙。可是我们四个最多也只会唱唱歌、跳跳舞而已呀。那可怎么办呢？这个简单，只要换个新节目，不就全搞定了？大家说对不对？那换什么节目呢？这个嘛，我再想想。要想节目吸引人，就一定要够神奇、够刺激。那是什么节目呀？什么节目？这个我知道，这个节目就叫变魔术。魔术？我可找不到会变魔术的人呢，上哪儿去找啊？这个人不用找，福迪就会变魔术啊。是真的吗？当然，福迪变的魔术超级棒。这个我。我回去了，表演就拜托你们了，再见。再见。福迪，你怎么了？谁说我要替牛老板表演啦？可是你刚才不是很热心的在帮牛老板想办法吗？那是想办法，我可没说要替他表演。你的魔术应该给大家来欣赏啊。反正我是不会登台的。可是我已经答应牛老板了。你不表演，那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呢？是你自己答应的吗？你忘记了？哎，八戒，我有个好主意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下午好！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最受欢迎的快乐四人组，给大家表演魔术，大家欢迎！哎，等等，魔术师出场应该是酷酷的，哪能这样直接上场啊？伟大的魔术师八戒来哟！嗨嗨！还演不演？八戒，八戒！第一个节目，空手变苹果。快变！你在想什么呢？咒语，咒语！你们看，我手里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对。马上我就要变出苹果了，巴拉布布拉巴，巴拉布布拉巴巴。巴拉布布拉巴。骗人的！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下去咒语，继续念咒语。巴拉巴拉巴拉布拉巴布。苹果变出来了！好，停电！停电！八戒，你听，观众都在喊你的名字呢。看起来他们好像很喜欢我呢，所以你一定不能让大家失望，别让鳄鱼老大看你的笑话。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。对，你一定要有信心。有信心。那我接下来该演什么呢？听我说。念咒语就可以了。保证可以。接下来是笼中逃生。八戒，你要快点想办法出来哦！我一直在念咒语。
怎么回事啊？巴拉巴巴拉布布巴拉拉巴拉巴拉。大家别急，欣赏完跳跳的街舞，八戒就会出来了。真是个呆子。咒语还真管用。咦，谢谢大家，今天的魔术表演到此结束。我再来一个更精彩的。八戒，你想干什么？笼中逃生不够厉害，要是换成加满水的水箱就更好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我接下来就表演水箱逃生。哦，八戒，别开玩笑。没关系，用你教我的咒语就行了。可是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锁起来吧。喂，万一你真的出不来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我会巴拉布布巴拉。咒语都是骗人的。没事的，福迪，刚才我不是都成功了吗？大个子，快去！这样才好看嘛！八戒不会出事吧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来了，八戒能不能成功从水箱逃生呢？好了，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把姐放出来吧，他不会变魔术，是我骗他的。别骗人了，快表演吧。快帮忙呀，把姐会淹死的，快点。好啊，可钥匙在什么地方？在大个子的肚子里。你们想干嘛？别看我，是八姐自己说会变魔术的。谁来帮忙？去找锤子来，快去！是园长。锤子怎么还没拿来？八戒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出你的仇，没想到把你害了。我要他！八戒。谢谢大家了，表演结束，大家请回吧。精彩，奇迹，嘟嘟乐园最最伟大的魔术师诞生了。你们几个小滑头也真是的，还装哭，原来一直在表演呢。我们，八戒，水箱里的水呢？日儿，水箱里那些水全部都在我的肚子里。在水里，我一张嘴念咒语，水就都跑到我嘴里去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哎呦，我想上厕所，快抬我去，我忍不住。